慢嚟啊。係。將佢哋嘅一啲遺骸火化，即係就有舍利子，有其他嘅一啲骨殖，即係方便去安葬咁樣樣咯。咁但係呢個你見到咧，就算係寶蓮寺都係得一個啫喎，即係呢個我哋講嘅。慢慢嚟，冇急啊。一個設施。係啊。青山寺有兩個。因為有石頭嘅，慢慢嚟。咁樣都可想而知，青山寺有幾多佛師喺度修行咧？即係佢山上山下咧，其實山下嗰啲道堂好多都係佛師嘅佛脈傳承落去嘅，即係佢哋嘅祖師有啲都係誒。他們那個佛堂都是掛著顯其佛師的相，即是我以前是大家是一家人來的，現在都是一家人的了，大家都信佛，都沒分彼此的，只不過以前就可能是同一個祖師拜一個祖師。你看到這兩個建築物呢，其他地方少見的了，就是現在是暫時是不用得的，因為你要跟我們講的食環署去申請的，即如果你要有火化的功能要申請回，將來一些佛師在這裡往生了，或者其他寺院的佛師往生了來青山寺這裡火化得不得的，因為已經有個建設，即是它的用途，土地用途就是這樣的了，但你可能要有一些其他的證照去申請回，所以這個就是火化的地方。如果你是想考古的，想見識一下佛教的一些火化的設施呢，這兩個就是了，好嗎？好，那我們再向前走了。